我最近发现这个抖音上这男的在家里就这么没有地位吗？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在家我就是老虎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说一都不敢说二。怎么了？这是几？这是几？一加一等于几？这是几？这是几？一加一等于几？这是几？这是几？这是三？这是几？四？一加一等于几？小雨，我生病的时候是不是你陪在我身边？是啊。那我难过的时候是不是你陪在我身边？是啊。我离家出走的时候是不是你陪在我身边？是啊。那我失恋的时候是不是你也陪在我身边？是啊。那你说你是不是我的扫把星？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一个部位拯救整张脸啊！你看这嘴巴很一般啊，脸圆圆的哈，马赛，哇。寻龙分金看缠山，一重缠是一重关，关门如有八重险。妈个逼，我车到底在哪？媳妇儿，为什么你早上会送我，晚上会来接我，天天如此，是爱吗？嗯，自己他妈心里没点逼数吗？考个驾照他妈得考了3年了，都没考下来，我嫁的是猪吗？淘宝模特。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，我们在这里才死了吧。嗯，快走，撇开，快点，撇开，撇开，撇开，快点，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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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，爱你，快点，我头发都爱你，滚滚。我要吐槽下我家的秤了，我上完厕所之后去称，还重了一斤，还重了一斤，还重了一斤，我他妈是去吃屎了吗？啊？啊，对啊，马上就出门了，跟朋友一起，你干嘛呢？哎呦我的妈，大姐呀，咱不约的7点吗？现在9点了，你能不能撒冷的别？手是什么意思吗？这个手是爱你，不是你抠鼻屎很牛逼。遇到喜欢的人为什么要表白啊？表白失败了你们连朋友都做不了。告诉你们一个方法，管他借钱啊，借完钱再表白，这样他拒绝你了你们连朋友都做不了，钱就不用还了。如果他接受你了，那你们成为一家人了，钱也不用还了。兄弟，你看，哎，怎么了？天哪，你自己给自己舔吗？首先我长这个逼啊，现在是开了美颜，现在是开了滤镜，现在呢是加了假发，接下来我们加上表情还有背景音乐。早安喵。